安排够丰富啊。胡总，我不会游泳，一会儿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保证不了安全。有用吗？您上辈子一定是个少爷吧，不然怎么这么会使唤人啊？下次签合同的时候啊，记得看得仔细点。好的，少爷。没事就退下吧。这把门再关上。配置了一杯特调，请享用。哎，没找到吗？没有。你那边有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找，李找。车子后边，请车子底下，我找一下。不行，你拿着手机，我去引开他。你们公司这么重要，我不需要用你的安全来换任何东西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他们是冲我来的，一会儿我先出去，你藏好了，等陈局来。地方适合我，天天在办公室待着都快闷出病了。来，干嘛？怕你冷啊？毛病。对啊，多晒啊，别晒着啊。不重啊。想吃吗？我抓给你。那倒不用，我们大家挺多吃的。抓来玩也行。
你特助，小心别摔着。终于滚！张叔，好了！哇，张宇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再走走，来接着。是什么？你点的花香。之前上学的时候，你不是一直想看星座吗？上次我走得匆忙，有些想说的话还没说完，所以把你约到了这里。小雷，我知道当时上学的时候，我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。我后来的不辞而别，一定也让你受到了伤害。但是我现在回来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一定会把没有说完的话，没有做到的事情都一一兑现。脚踏两只船的人就别搞什么深情人设了，容易翻车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接我的未婚妻了。你别演了，这是我和小雷的私事，跟你无关。你自己也知道她不是你的未婚妻。这也是我们俩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下来。我们之间已经是过去式，你应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，不然对我和他都是伤害。